当小新教学观众在将新版本的空投沙堆打碎后，竟然奇迹般的爆出了一把超级 AUG。 哇，这个空投竟然有 AUG！ 打这个空投是可以掉 AUG 和三级头的。随着新玩法夏日海滩的到来，让我们跟随这个不太合格的导师解锁新的玩法。是，他这个是披萨的一个区域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披萨的区域都是要通过这个走廊才能去拿到，走廊才能去另一边，旁边都被围墙给围住了，然后这边有个小桥。落地小新直接抢到空投，果然空投的魅力确实能吸引到不怕死的敌人。解决脸上敌人，小新立马推向防区，被击倒的敌人也被另一名敌人堵了。小新开门就是一梭子，可这么小的房子里却蹲守两支队伍，小新直接上演逆天枪法一穿三。经过一波激烈的厮杀过后，小新开始了讲解。首先就是场内的蓝色传送门，兄弟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传送门给骗了，知道吧？这种传送门都是骗你过去的，骗你过去直接这么传送到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。点击过后你就会被传送到爱心岛，就像这样。这边的话就是通往就是我们一个另一个地方的一个披萨，披萨就是有好几块披萨。简单意思就是这个通道则是你通往一墙之隔的区域。你们可以这样去理解。很快小新就来到了让自己望而生畏的传送门。看到没，这个发光的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进去，我已经进去两次了，搞心态崩了，知道吧？来到直通车，点击应援可以随机爆出冰红茶。好，就是个夏日冰糖，它是随机的，不是说啊，这个是前往舞台，千万别点，一点的话就没了。随后小新向粉丝特别叮嘱，另一件载具还有就是那个滑板，这个动力滑板千万千万不要乱用，因为好奇心会害死猫。紧接着小新就向大家展示了使用动力滑板的下场，你将会成为一个妥妥的 bug。得了，在将另一名敌人连打带捕后，小新从敌人盒子里发现了 P90， 并向大家讲述这就是好奇心的后果。千万千万不要像他一样，因为好奇心会害死猫。可话刚说完，差点就被敌人偷了钩子。哇！对于这样的老六，小新自然不会放过他，边走边向观众叮嘱，也不能学他上房顶。千万不要像他一样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以为站得高，其实你错了。果然，在高手面前，你就算躲到房顶，也会被轻松拿下。千万不要像他一样，知道吧？因为好奇心会害死猫。别人都是好奇心害死猫，然而在小新这里却不是。只见小新借用动力滑板，很快就发现了对面贝壳上面的老六。他应该听到声音了，但是他的耳朵好像似乎不是很好。千万不要像他一样趴在那个房顶，因为好奇心会害死他。好奇心会害死你。好，没事，我们那个。此时，小新也是赶忙丢枪，表示投降。然而敌人却不接受。这个人肯定是被我杀过招吧，要不然我丢枪那一个他肯定会放过我。大家都知道以小新的脾气自然是要爆头的，落地找到一辆吉普后立马就杀了回去。准备好，那么游戏正式开始。可刚到这里就被敌人发现了，吓得小新赶忙打开了一杯冰红茶。我操，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冰夏日冰茶，是吧？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绝对是特别补。果然冰红茶确实好用，四秒的时间直接将体力拉满，紧接着又将对面敌人击杀。牛逼，淘汰王看到没有？可淘汰王很快就被敌人打趴在地，虽然已被敌人击倒，但淘汰王的嘴却一点不倒。我跟你讲，我故意的，知道吧？他绝对过不来。果然敌人在来到附近时，小新已自救了起来，双方在一顿拉扯过后，小新成功将对面拿下。由于他就是击杀自己的仇人，小新必须对其好好羞辱一番，不料却有一名敌人落到了附近，无奈小新只得将仇人直接结果了。面对着这波成功将敌人反杀，小新哪能错过这装叉的机会。我假装倒一下吸引他过来，你知道吧？他上当了，然后他就死了，知道吧？人才，他没想到这是我的狗伎俩，知道吧？他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兄弟们。随后小新再将最后一名敌人击杀，成功拿下了最强小队。小新直接将自己比喻成了蚁熬，成为一代帝王的司马懿。司马懿为什么到最后当了皇帝？就是因为他能熬，知道吧？我也一样。就在小新寻找最强小队的宝箱时，突然被一条直飞冲天的金光吸引。没错，这就是全场的最高豪华套餐。来，我们直接过去，来开启我们的宝箱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宝箱像海洋之国的宝箱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我们直接开启我们的宝箱，拿起我们的定海神针，立马就从宝箱里爆出一艘摩托艇。这艘摩托艇可水陆两用，唯独这个豪华套餐没有三级包，这让小新很是扫兴。为什么没有三级包啊？在临走之时，小新特意来到直通车寻找冰红茶。卧槽，有的，兄弟们，夏日冰茶，哇，占这么多空间吗？紧接着小新路过沙堆，因为沙堆是可以打的，所以小新便向观众展示了一波。我去，哇，这些都可以打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也不想浪费子弹啊。
从另一个直通车里，小新又开出了一瓶夏日冰茶。从来都不贪心的小新教导观众像自己一样，不要做个贪心的人。做人不要太贪心，兄弟们。我这个人呢，就不喜欢贪心，知道吧？贪心呢肯定会死，所以我一般是不贪心的，我拿个三瓶四瓶就行了，好吧？走吧。随后，小新便驾驶光子机摩托艇准备离开，可还没走两步，便看到观众都在评论着空投。那个空投，这让小新仿佛错过了一个亿，立马驾驶摩托艇返回。什么打空投？你们在给我教知识是吗？来，我去看一下好吧。什么打空投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得知观众是让打沙子堆成的空投时，小新迅速折了回来。打那个空投是吧 ？OK。小新在将空投打了后，果然从空投里爆出一把 AUG， 看来这个空投也是相当于普通空投了。哦，这个空投竟然有 AUG， 我也是学到了，好吧？还好我看了一眼弹幕，要不然兄弟们就错过了，知道吧？打这个空投是可以掉 AUG 和三级头的。就在小新将三级头的沙堆打碎时，也是可以爆出三级装备的。哇靠，其他的空投可以掉三级包、三级甲。来，我们再挑选一个。随后小新在将另一个三级头打碎时，竟然又爆出了三级装备。以此类推，小新猜测手雷爆出的肯定就是投掷物了。这个应该是看到没有，我真的是太聪明了。我们走吧。 OK OK， 可以了可以了啊。